小哥哥长得太帅了，声音太好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汉服妹子曹大海。今天我要带谢大脚去一个马来人社区吃马来西亚三大种族都喜欢吃的甜品。对了，甜豆，就是这个东西，好像东南亚都有这个甜豆。今天就找一个马来小哥哥做的那个甜豆去试一下。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就是全是马来人社区的一个这样的美食中心，是第一次吃甜豆加榴莲，好奢侈。就谢大脚，我一会儿讲马来话卡壳的时候，麻烦你给点提示好吗 ？OK。看在我这么努力学习马来话的份上，出发，我要去买餐刀啦。是哪个？哦，是这个。这个阿邦长得很帅。Hello， 阿邦。嗯，餐刀，大不马来话，毫不意外的甲壳了。当爸丢脸。一个风骨。开启马来话字母介绍时间。Hello， 我来自巴沙马来西亚。我来发汗，你快看。我来发汗吗 ？Thank you。马来大叔给我点了个赞。这是比较畅通的一次马来话。一二四，普通4块。加工加它酱就是玉米加花生4块5。哦，4块5。咕噜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丢脸，12块。啊。小哥哥长得太帅了，声音太好了。是卡酱，这个吗？这是卡酱，那个加工。这是加工，好多冰啊，感觉很解暑的样子。这是椰奶吗？对，这个是椰奶。满满的绿色坚果。这个是什么？这应该是马六甲椰糖。啊，椰糖啊。绿色的叫千多吗？对。这是什么榴莲？榴莲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全都加工，哇，超大一份的这个。三份榴莲煎饼完成。三个 brother。啊？一个你。又卡壳了。又是小马来话进步的一天。拜拜。小哥哥长得好帅，是吗？拜拜。OK， 拜拜。这一集没有吃播环节，谢谢观看。关注汉服妹子，带你看不一样的大马。